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先生。今天都在狂练这个，在练团，因为我们12月20号，有这个一个专场，然后票都卖光了。然后我为了要感谢大家呢，我自己也有做了一个很多的 tip， 然后到时候在那场专场会播撒给大家。那，你刚刚讲话会不会大家都没听到？因为大家都在前面。我都没看到。只能说他有做很多他自己做的 tip 要丢给大家。我忘记带，我今天本来想要撒几个给大家的，我自己还对不起了。对，那好，今天大家玩得开心，我是泽安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吉他手小B。你们应该都知道米先生的名是哪个名？知道的。那好，那我就不什么？安、啊、哪个迷路啊？腿部都会迷路，还是身上都会坐骑迷路？二选一。坐骑。你回答很厌世哎、欸，这个臭老粉。现在老公公。好啦，祝大家玩得开心，我是吉他手小B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鼓手一把。就像刚刚说的，全部这样都可以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庄尚，我们是明先生。等我一下，我在帮你们那个这个啊、哦，不会啊，不会，先下去，来，你先忙一下。不会啊，嗨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觉得这个场地蛮温馨的，蛮好的，但就你们离好近，我觉得。你们等一下给我们演唱会的票要签了吗？演唱会的票可以签，专辑可以签，但今天你们的那个是入场券的、啊。入场券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签，因为可能就时间不太够，工作人员可能会很晚才下班。你们再等我们一下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现在让团员跟你们聊天，还是你们听一小段泽安唱歌？好。你们听一下，我就签完了。你们等一下啊。好及时啊、哦。对啊，因为买到票很厉害，因为我们在今年办演唱会，你们买票买很快，一下就卖了。明年他什么什么？还有台中，台中怎么样？你说办在台中？然后我们办在哪里比较好呢？圆满剧场那边，圆满剧场周记放多少？哇，你们那么多票要签啊？哇，尴尬死了，你们忍。你们等一下啊，我等一下留给我们工作人员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抽开奖。经纪人说不能再拿，签不完。我们等一下，就是我们工作人员，我们到后台签一签，你们到那边找工作人员拿，好不好？刚刚只能，可以吗？好。然后呢？我们刚刚已经拿过去了吗？我跟着好。哦，已经拿过去了。好。哎，你们。